骑摩托车这是一个技术活，但接下来要给您看一哥们儿，他这技术明显就不过关呐。骑个摩托车连着撞了好几辆车，而且他这是锲而不舍，是屡开屡撞，屡撞还屡开，最后更是连人带车一头扎到一口水泥井里头去了。我们来看看路面监控拍到的画面。哎呦，拜托您这技术，咱以后能不骑摩托车了吗？我们说骑摩托车叫肉包铁，您这骑摩托车您太危险了啊。